刚刚我从那里爬下来，哦，本来想要继续要到走到炭窑那一边的，真的没体力了。这一颗是阿星刚来的那年种的菠萝蜜，已经收成过个一颗了。这一段有铺水泥了。当年阿星老是双手拿着各一桶的堆肥，要爬上这两段，所以我才请阿川搭了这个铁梯，这样就安全了，就可以搬着扶手上来。我又回到刚刚给阿星送茶的这一段，这样子我就绕一圈回来了。刚刚还跟阿星说我没体力了，还是给我绕回来了。过来抽根烟，喝口茶。阿星辛苦了，祖先辛苦了。哎，来来个耶。没空夜是吗？